全开，一路周全没意外，等待着你的呼唤，秀出百变的心态，让我们牵手寻找未知的精彩，为了这个家园展示英雄的气概。小巴车，我名字叫歌德，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，坐好扶稳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Hey, go go bus！ Yeah, yeah！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，校巴歌德马上赶到，巢穴先锋与你肩并肩，解决问题守护你的校。计划就在心中，再多险阻也不怕累。校巴车，我名字叫歌德。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，做好服务马上出发，打开你的脑洞，就是巢穴先锋。 Go Go Bus 就是巢穴先锋。塞拉斯，今天要做什么实验？歌德，是气垫船实验哦，我们要制作气垫船模型。哇哦，先在瓶盖上钻一个洞。塞拉斯，瓶盖要用哪种？都可以，小金。明白。然后我们需要光盘。我知道，在光盘上钻洞。不不不不不，小金，光盘中间已经有洞了，对准洞口把瓶盖粘上去就行。好吧，我还想继续钻洞认识一下。今天可真冷啊。小熊别跑，这种天气连皮毛厚厚的熊都会躲在洞里冬眠。真希望我也能冬眠，这样一醒来就是暖和的春天。小金，我需要你帮我吹气球。哇哦，吹气球可是超棒的热身运动。甜甜，你不需要我帮忙吗？确定不要吗？你确定？哈哈，耶，我要同时吹四个气球。等等，小金，你确定能行？甜甜，可别小瞧运动员的肺活量。谢谢。先用夹子夹住，最后把吹好的气球套在瓶盖上，气垫船就完成了。我也完成了。咦，塞拉斯，你的气垫船模型是不是做错了？这话该我问你，你粘了两个瓶盖。对啊，你说两个瓶盖都可以啊。好了，我们快点开始实验吧。哇，它飘起来了。气球喷出的气流在底部形成气垫，不仅可以把光盘托起，还能减少光盘移动所受到的摩擦力。啊，掉下去了。哇，它还能在水上漂浮。歌德，不管地面、桌面还是水面，气垫船都可以漂浮移动。哇，气垫船好厉害呀。实验结束。嘿，怎么回事？你们的表情就像看到一头熊。不是一头，是三头。小熊看上去也吓坏了呢。熊科动物有八种，根据小熊黑色的毛发和胸口的 V 字形白斑来判断，它们应该是黑熊幼崽。可是现在是黑熊冬眠的时候，它们从哪儿来的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有小熊。快去看看。大家听我说，熊作为野生动物很危险，而且小熊会引来大熊，请大家保持安全距离。哇，小熊还挺可爱的。小金，你也要和熊保持安全距离。好吧。哇哦，他们在模仿我的翻跟头绝技。嘿，加油加油。好可爱呀。不好，糟糕，塞拉斯，小金那边有
有只大熊正朝公园这里赶来，可能是小熊的妈妈。大家冷静，别乱跑呀！请大家有序撤离，请乘坐校巴歌德。小心点，注意脚下。歌德，好了。终于疏散完了。先回基地。妈妈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是熊。曼妮莎，需要放大镜吗？阿丽，我只是想表示一下震惊。哇哦，公园里居然有熊，这真的太酷了！艾迪，我可不这么觉得。要快点把他们送回森林。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大家快看，小熊看上去玩累了，大熊也吃得饱饱的，也想睡觉了呀。可是现在外面风很大，气温也非常低呢，而且还有点吵。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很想念自己的熊洞。有了，我们制作一辆熊洞车，模仿熊洞的样子，吸引熊进去睡觉，再把它们送回去森林。哇，这个主意太棒了！那我们开始吧。各就各位，脑洞大开，超旋能量球集合。科学 ，technology 代表技术 ，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，arts 代表艺术 ，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，athletics 代表运动，这一切组成了超前先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啊。歌德，行动吧！明白了。耶！对，妈妈。差一点儿。进去吧，快进去吧。妈妈妈。歌德，赶紧把熊送回森林。明白。
知道为什么黑熊们越来越重了，我好累呀、啊！哥德，我们来帮你。不行，钻不够。啊！不好，检测显示压力值过大，快要爆胎了。什么？要赶紧给熊动车撑起千斤顶，大家快点！我们之前的设计太小看熊的重量了，导致轮胎变形了。要是这些贪吃的黑熊能像气球一样飘起来就好了。啊，气垫船？气垫船？对呀，只要把熊动车改造成气垫船，气垫隔开熊动车和地面，就可以减少摩擦力。而且一旦熊动车离开地面，轮胎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。干脆我们拆掉熊动车的轮胎，直接换成喷气装置。说的没错，艾迪。那么大家赶紧行动起来。好。喷气装置设计完成，艾迪准备接收。收到。开始 3D 打印。耶！安装完成。准备测试。喷气动力测试完成。哇！哦，新的发型测试也完成。等，改造完成，喷气装置启动。糟糕！幸好熊没醒过来。可是为什么会这样？不应该呀。嗯？找到原因了，气流很容易从底盘流失，没办法形成足够强的气垫。要把底盘围起来，挡住气流。小金，我们需要你的气球。耶！吹气球了，出发了！运输车哥德，前往森林。哇，这就是熊住的地方吗？感觉环境非常……甜甜，你是想说非常吵吗？森林旁的路上有很多车经过，而且在不停地鸣笛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汽车鸣笛声把冬眠的熊吵醒，他们才会离开森林，跑到公园里去。我们需要在路边设置禁止鸣笛标志。阿丽，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，啊！熊熊危机圆满解决，我们回公园继续做其他实验吧。算了吧，小金，我今天好累呀、我也是。好吧。奇怪，我怎么好像也有点困了呢？看来大家都被熊传染上了冬眠症。爸爸，你看那边好漂亮啊！它建好以后，大家就可以上去欣赏明日岛的美景了。阿
艾莉，你妈妈设计的建筑也太赞了。她还会改变未来几十年的设计方式呢。那些建筑机器人的程序都是我姐姐糖糖编制的，蜂群思维程序指引他们像蜜蜂一样工作。哇哦，很合适，因为我妈妈的设计灵感就是来源于一个大蜂巢呢。嗯，慢着，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啊！你让我哎呦！啊！好痛的感觉，幸好他们是机械工人。快跑啊！不用担心，跟着我走就没事了。谢谢。哎呀，真是太危险了，我们得帮帮他们呀。带上吧，我们用得上呢。勇往直前。啊，是超炫先锋，我们来帮忙了，太感谢你们了。跟我走，小乖乖，到这边来，你们会没事的。大家跟着我，不用担心。到达目的地。感谢您乘坐本趟爱迪航空。哦，神奇的椅子，哇哦，好酷啊。小伙伴们，这的确是城里的真实情况啊。我们看到了，好样的，帮上忙啦。谢谢。可是这还远远不够，这片区域还是很混乱呢。在开始行动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有个计划才行。应急小队已经做好准备，快，并且阻止破坏扩散。也许我们应该要先把机器人救出来，维修好。我好想知道我妈妈的建筑为什么会坍塌成那样。作为一个工程师，我可以检查这个工地，而且是远距离检查。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，是超学先锋出动的时候了。上校各位，脑洞大开，超学能量球集合。科学 ，Technology 代表技术 ，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，Art 代表艺术 ，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，Athletics 代表运动，这一切组成了超前先锋。超学能量，哥德变身。出发吧！嗯，哦，哦，是超学先锋们呢。我们来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超学先锋指挥组成立。哦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哦。这边至少还可以把还没坍塌的部分加固，但是准备好了没，歌德？好了。嗯。谢谢你。嗨，超级先锋。大家往这边走。这边走。小心脚下。你能救救这些机器人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来吧，机器人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帮点忙呗。
年。谁来着？你也只能这样出来了，抱歉哦。可怜的小家伙，他把自己搞晕了。我们得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样才能避免事情再次发生。可能是编程上的错误吧，又或许是建筑的设计有问题呢。我妈妈设计的建筑很完美，我姐姐编程的机器人也没问题，那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妈妈的建筑毁掉？可能建筑不是太完美吧。不准你这么说。我也不准你这么说，我姐姐。哼，小伙伴们呀，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，不是互相责怪呢。这些机器人肯定没问题的，我要证明给你看。我来分析编程吧，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。趁着你分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重新组装这些机器人。嗯，还有人要去修理一下机器人吗？有有，我要。啊，伙伴们，我们大家在一起才有办法让歌德变身呀。好吧。超学能量，歌德变身。出发吧！接着，塞拉斯。谢了。好的呀。这样组装他们，好像在拼拼图哎。哦，一副有脾气的拼图。维修车歌德，开始修复。歌德，我有个利用这些部件的好主意，而且还很好玩，你要不要加入我呢？好耶好耶好耶。一定会很棒的。是糖糖呀，有什么需要超学先锋都能来帮忙。谢谢甜甜，我的好妹妹。我搞不懂呀，他们的程序我明明测试过很多遍了。我们不应该只把问题假设在机器人或者建筑上，而是要找出一切有可能的原因。要是我能在城市的公共记录中找出规划图，啊，给你，我妈妈老是让我学习她的图纸呢。谢谢，你确定她不介意我们看到这些图吗？如果你担心的话，你可以问问她。你来了，妈妈。对呀。我的宝贝，看着这一切，我好伤心呀。至少没有人受伤嘛。可是我也想不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我也没想出来，我们一起来解决吧。这个设计在结构上也是合理的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程序检查也没毛病。如果建筑没有问题，机器人也没有问题，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除非我们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不然我妈妈的建筑是没办法完工了。它是如此的美妙啊。阿丽，我能看看吗？这是我在大楼倒塌之前画好的哟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对比起设计图，这画里面少了些主要的支柱啊。曼妮莎说的对，这些是承重柱，有了它就可以减轻其他柱子的负担。我已经下载好方案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建这座楼的。等等，那些故障是怎么回事？
你们看见了吗？这个模拟中并没有包括这个主要的支撑柱，所以机器人一直没有在那边建那根主要的支撑柱。我算过了，因为少了大支柱，这些小支柱要在原来基础上承受20.3倍的重量。原来如此，机器人和其他机器是一样的，他们只能完全跟着他们收到的指令行事。而且，如果编程少了一个流程，他们也不会意识到的。然后就嘣。所以不是程序的问题，也不关设计的事。阿丽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那些。我也是，甜甜。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处理施工的方案。让我想一想。完成啦！哇，真的很了不起啊。歌德，你搞定了吗？当当当当，看最新款的建筑机器人，我给他们配上了额外的胳膊和腿，增强了力量和稳定性呢。天啊，艾迪，可是他们原来不长这个样子呀。对，他们变得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也太酷了吧。啊，是吗？这些新设计真是一个大优化，谢谢你呀，艾迪。那么现在是时候给他们下达新的指令了。要补回失去的时间呀，这些机器人需要帮忙呢。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哦，他会很乐意帮他们的。吊臂车歌德，前来帮忙了。我仅代表明日岛向最新地标建筑的设计者们表示感谢。我们更要感谢那些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。超学先锋，我们已经等不及要上去参观了。好棒！快看，